本地天主教会宣布，所有天主教堂可以从下个月起逐步恢复弥撒。由于疫情还未全退，教堂必须遵守防疫措施以测安全。每名教徒在这期间将只能前往一座教堂，以降低病毒扩散的风险。留意参与弥撒的教徒可以从星期六起通过 mycatholic.sg 网站申请和预约时段。